同学，欢迎您回到第三十三讲的课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跟同学继续来谈外汇跟进出口结汇。这已经是我们这个主题的第三个讲次了。那我们今天的讲次呢，要主要谈到的是进口结汇。首先来看今天的课程大纲。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信用状方式的进口结汇，另外是其他付款方式之下的进口结汇。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呢今天的单元课程之前呢，我们跟同学要先来解释什么叫做进口结汇。进口结汇指的是进口商向银行结构外汇以支付国外出口商货款的行为。那当然呢，跟我们之前啊上一讲次在讲到出口结汇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进口商那么要付款给国外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结汇呢？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因为进口商他可能本身已经具备有外汇了，所以如果说他自备有外汇了，那么他就可以直接以那个外汇呢付款到国外去。那当然，如果说呢你没有自备外汇，那你就可以呢用新台币、用本国币呢向银行呢来结构外汇，然后呢再付款到国外去。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同学的，当我们要结构外汇的时候呢，要适用的是银行的卖出汇率，因为呢我们要。 跟银行买外汇，银行要卖外汇出来，所以要适用银行的卖出汇率哦。 另外呢，我们要跟同学呢，呃，来介绍一下哈，目前呢，在我们国内啊，啊、呃，出口还有进口呢，那么呃，厂商啊所使用的这个付款方式啊，那么究竟呢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根据呢中央银行的这个统计啊，那么分成呢出口外汇的收入，还有呢进口外汇的支出的两个部分，那么分别呢跟同学呢来说明啊各种不同付款方式之下呢，他们的金额还有比重呢又各是多少呢？ 那么以呢两千零九年十月为例啊，出口外汇的收入的话呢，及其信用状呢，它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六点九，而远期信用状占的比重呢是百分之五点三。同学会发现呢，都不是很高哈。那么托收就更低了，只占了百分之一点七。那最多的呢是汇款啊，占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一。那么进口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啊？ 进口外汇支出呢，及其,其信用状也占到百分之二点四而已，远期信用状稍微高一点，占百分之十四点一，托收一样是很低，只有百分之一，而汇款同样比重是最高的，有到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五那这个呢，呃，统计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哈，目前呢，不管呢、啊、是我们的厂商对外出口或者是进口呢，其实汇款。 啊，已经是呢主要的付款方式了。而相对的呢，托收是最少的。而呃，信用状的话呢，它的比重呢是在逐渐的降低之之中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那就是信用状方式之下的进口结汇。那么信用状方式之下进口结汇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申请开状缴交保证金。 第二呢，是当单据已经到了开状银行的时候呢，我们要向开状银行呢来赎单、缴付、扣除掉保证金之后的款。好，我们呢就仔细的呢跟同学呢来说明啊，这两个阶段呢，他们呢、啊、在手续方面呢应该要怎么来办理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开状的时候呢，就要先跟银行呢来缴交呢这个开状的保证金。 啊，那么呃，手续是呢，必须要填具进口结汇额度的申请书、减负征信调查资料，经过开状银行审查之后呢，核给进口结汇的额度，在订约之后呢，在核额核定的额度之内呢，来办理呢开状的申请，而应备的文件呢是开发信用状的申请书。 或者是输入许可证啊，当然呢是免签证的货物呢就不需要输入许可证。另外呢，保险单跟保费的收据。那如果呢我们的交易条件是 CIF 或 CIP 等等这一种有出口商投保的贸易条件的话，那开装的时候就不需要有保险单或保费收据。另外的话呢，其他相关的收据，例如像卖方的报价单或买方订单等等的。 此外的话呢，要依照银行的规定呢，有其他相关应该提供的文件。那么开状的保证金呢，要多少呢？啊、呃，原则上银行会依照申请人的信用以及呢进口物资它的性质呢来决定要跟申请人征收多少的开状的保证金啊。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呃申请人的情况啊这个信用状况非常好的话，甚至不收保证金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来看到垫款，所谓的垫款呢，指的就是呢开创金额减掉保证金呢，那就是银行呢先帮我们垫付的款项啊。而垫款的利息的话呢，通常要依照排告的各种的币别啊、呃、外汇的授信排告利率呢来计算。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话呢，要赎单呢，缴付余款。这个部分呢，我们要依照呢两种的这个信用状的情况来说明。首先来看到是在积其信用状之下呢，当申请人接到开状银行的赎单通知之后呢，就应该要拿着原结汇证实书跟结汇印件向银行来缴纳扣除保证金后的垫款本息，领取单据。例如说呢。 某个进公司呢进口一批货物，那么它是以及其信用状况付款，国外出口商开立的汇票金额是美金一万块钱，而我们申请开证的时候呢，已经缴到百分之十的保证金了，所以还有九九万块钱，呃九千块钱是银行帮我们垫的。那么开证银行付款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五号，进口商赎单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号。那么赎单日呢，银行美元对台币的汇率报价是三十二点四，三十二点五，美金的汇率呢是百分之二。 而那么赎单的时候应该结付多少钱呢？首先来看到本金的部分。 我们开创的时候已经缴了一成了，所以现在还有九成，所以一万块乘上百分之九十。另外的话呢，我们呢如果说呢要跟银行呢啊要来呢结构外汇的话呢，要我们用台币，那么台币的话呢，我们要用银行的卖出汇率，所以要乘上三十二点五。那么这是本金，另外的利息的话呢，用本金乘上利率是百分之二，然后呢我们十五号到二十号呢，那么五天的利息啊除三百六十，360, 这样本利息的话呢是八十一，合计的话呢是二九二。 五八一，好，那么呢，这个是呃有关于呢这个呃在赎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缴付的哈，这个余款呢，本金跟利息呢怎么来做计算？那如果说进出口两国呢彼此之间的航程是很短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货物已经到了，可是这个单据呀、啊、还在银行的作业当中。 所以呢，如果说进口商他急着想要早点提货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进口商达到早日提货的目的呢？是有的，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叫做担保提货啊，第二个呢叫做付提单背书。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担保提货要怎么做。担保提货的做法的话呢，我们看。 当出口商把货交给运送人，然后呢，运送人呢签发提单给出口商。接下来呢，出口商就可以将提单的抄本，注意哦，这是 copy 本，不是正本啊，把这个 copy 本呢寄给进口商，让进口商了解一下我现在交货的一个内容。好的，那么如果说呢，接下来是这个呃出口商呢要去办理押汇了，然后呢，呃，押汇银行垫付押汇款。 还在这个作业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两地的距离很短，所以货就已经到了。那么货物运到之后呢，运送人呢，他就会向进口商呢发出到货通知。那进口商他知道这个货已经到了，他当然希望能够早点提货。那么可是呢，这个正本的单据还没有到，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向运送人来办理提货，怎么办呢？啊 他就可以呢，去向他的银行，也就是开创银行呢，来呃要求呢，由银行呢来做担保。所以呢，他会向银行来提出一个担保提货的申请。那当然呢，银行要做这个担保的话呢，他会要求呢，这个进口商呢，先把这个余款呢先缴清。缴清余款之后呢，银行呢就会在这个担保提货书上呢签署做担保。 好，那么银行呢？有了银这个呃呃进口商有了银行的这个担保提货书啊，已经签署做担保的这个担保提货书呢，那么它就可以连同提单的抄本向运送人呢来办理提货了。好的，那当然呢还没有完，怎么说呢？我们正本单据还在银行这儿了，所以呢，等到呢这个正本的单据呢从。 出口地的银行来到进口地的银行这边的时候呢，那么开证银行呢，因为他已经收到款项了，所以呢，他就会付款给这个呃押汇银行，然后，然后他会把这个正本的提单呐、啊、拿去向给这个拿去给这个运送人做什么的呢,呢？换回他的担保提货书，以便解除他的担保责任。那当然呢，运送人也要收回正本提单，以便销案呐、啊。 好，那么这呢？呃，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让进口商呢达到提早提货的目的了。那么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我们叫做提单背书，或称之为是负提单背书。怎么做呢？一样的，出口商在交付货物之后呢，从运送人这边拿到提单啊。那么呢，这个提单呢，啊，我们根据呃契约的规定，那么出口商必须要将提单的正本。 不管是一份、两份或三份，要把这个提单的正本呢，要寄去给进口商。好，然后呢，进口商呢收到这个提单的正本，但是呢，出口商呢他要把其余的单据呢，要去向银行呢来办理押汇。好的，然后呢，银行垫付押汇款。那相同的这个货呢，因为两地航程很短，所以货很快到了进口地了。运送人向进口商发出到货通知。 那么尽管呢，进口商呢，他现在手上有正本提单，然而呢，通常这个正本提单呢，他的售货人不是记名给进口商的，所以进口商他仍然要去找开状银行做什么呢？要请银行呢，在这个提单上呢要背书。所以呢，我们要向银行呢来申请负五提单背书。那相同的银行也会要求进口商呢要缴清余款。缴清余款之后呢，银行他自然就会在这个提单上呢来背书，将售货人呢转让给进口商。 这个时候，进口商呢，他就可以凭着已经啊背书，然后呢正式转让的提单，去向运送人呢来办理提货了。好的，那么其余的单据呢，我们仍然会从押汇、ah、银行这边呢，来到开状银行。 那么，开创银行这边，它既然已经呢付清了款项了，那么它就会付款给这个呃押汇银行了。那么在这边的话呢，银行就不需要再把这个单据拿去向运送人了、啊，换回什么担保提货书之类的，不用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担保提货书啊。好，那么呃到此为止的话呢，呃，当事人呢他们的权利义务呢就已经呢都完成了。 好的，那么呢，跟同学啊，呃，介绍完了啊，这个担保提货还有附提单背书之后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回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二段课程，待会儿见。好，同学们，来到我们第二段的课程。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同学呢来探讨的是在信用状之下的进口结汇的手续。我们接下来要跟同学来说明的是在远期信用状之下呢，我们该怎么来办理？那么在远期信用状之下呢，汇票还没有到期之前，进口商就可以先向开庄银行呢来借领单据办理提货。那么等到汇票到期的时候呢，再付款给开庄银行就可以了。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哦。 某进口某公司呢，进口一批货物，那么它是以建票后九十天付款的远期信用状付款，而国外的出口商开立汇票的金额呢，一样是美金一万元。那么我们申请开状的时候呢，也是缴交了一成的保证金。那开状银行付款的日期呢是十一月十五号，而进口商呢，他赎单的日期呢是十一月二十号。啊，那么呢赎单日呢，银行呢，呃，美元对台币的汇率报价呢，一样是三十二点四零五零。 美元的这个年利率呢是百分之二，那么赎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结付的新台币的金额有多少呢？我们首先来看到是本金的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先缴了一成的保证金了，所以现在还是要剩下九成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汇率呢要适用的是卖出的汇率，所以是三十二点五。本金部分呢是二九二五零零。至于利息的部分的话呢，要比刚刚的即期汇率的利息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九十天的远期汇票，所以我们要五天再加上九十天啊，那么这是我们计息的呃期日，那么啊、呃、得出来的话，利息是一千五百四十四，所以合计呢是二九四零四四。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Q&A 的时间，我们要跟同学呢要来就呃信用状之下的进口机会呢相关的问题来做讨论，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music> 进口商领取单据时，若发现瑕疵，可否拒绝赎单？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当然毫无疑问的，可以拒绝。 啊，因为呢，开创银行审查单据是一回事，但是开创银行呢，它如果单据审核呢不是很仔细，那么有一些瑕疵他没有发现，然后他就付款给这个亚汇银行了。那么申请人呢在检查单据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了开创银行没有发现的瑕疵，那么只要这个瑕疵是成立的，他仍然可以拒绝赎单。那这方面的这个风险应该谁来承担呢？那当然就是开创银行要自行来承担这个相关的风险了。好。 那么讲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进口商办理担保提货手续之后，开状银行日后可否以单据瑕疵的理由，向押汇银行或受益人表示拒付？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 因为开创银行必须要将正本提单去向运送人来换回他的担保书，所以他没有办法退还押汇银行或者受益人啊，把这个提单退回去。那么也因此的话呢，他当然呢就没有办法呢行使他拒付的权利了。 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啊，那么对申请人来说呢，我们要格外的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呢想要办理担保提货的话呢，由于呢开状银行呢，它必须要把这个啊呃正本的这个提单呢去换回呢这个担保提货，那么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拒付了哈。那么呃在没有办法拒付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如果说哈，那么进口商他提货发现这个货有问题的话呢，那么相关的风险呢恐怕就要自行来承担了哈。所以呢呃我们会建议进口商呢最 好呢，能够呃先到啊这个、呃、海关啊，或者是货物存放的地点呢，先去查看一下货物，没有问题的话呢，再向啊、呃、银行呢来申请呢办理担保提货。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呢呃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我们要跟同学来谈其他的付款方式的进口结汇。第一个其他的付款方式，我们要谈的是付款交单，也就是 D/P。 那么呃，在 DP 的情况之下的话呢，进口商呢在货运单据寄达代收银行的时候，那么他就要办理付清货款的手续，并且呢要领取货运单据呢来办理报关提货。那么在 DP 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分成两种情况跟同学来做说明，分别是集体、集齐的 DP，还有呢远期的 DP。首先来看到是集齐的 DP 的情况，如果说呢我们是集齐的汇票，那么 当代收银行向进口商来提示汇票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即期汇票，所以必须要见票即付。那么付款了就可以交单啊。那么银行会把单据交给进口商。那么如果是远期 DP 呢？那么它是一张远期汇票。好的，那么当代收银行提示远期汇票的时候呢，因为它不需要见票即付，所以进口商只要先承兑就可以了。但是它是 DP，它是付款交单，所以承兑的时候是不交单的哦。好，那么。 等到呢汇票到期的时候呢，再由银行呢向进口商来提示这一张他已经承兑过的远期汇票，然后呢由进口商付款。进口商付款了之后呢，那么银行呢它才交付单据，因为呢是付款交单，所以呢要等到汇票到期的时候呢，那么银行才会交付单据哦。好，那么这个远期的 DP 呢，一定要跟下一个 DA 呢要有所区分哦。 如果是在 D A 承兑交单的情况之下呢，进口厂商在货运单据寄达代收银行的时候呢，办理汇票的承兑手续，就可以取得货运单据了。那么拿到货运单据呢，就可以呢向海关来办理报关提货了。那么钱什么时候付呢？汇票到期的时候呢，再办理结汇，或者是以自备的外汇呢来还款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手续要怎么办？ 当代收银行向进口商提示远期汇票的时候呢，因为它是 DA，所以呢，进口商只要先承兑这个远期汇票，银行就会交单。那么等到呢这个汇票到期的时候呢，由代收银行向进口商来提示这一张他已经承兑过的汇票，这个时候进口商他才付款啊。所以呢，一个是承兑交单，一个是付款交单。虽然两个都是远期汇票，但是同学你只要记住，一个是承兑交单，一个是远期交单，你就知道其中的差别了。 来看到下一种付款方式呢，是寄售啊。那么在寄售的付款方式之下呢，首先，当代理商把这个货物呢卖给了这个啊买主之后呢，那么由买主付款给代理商，接下来代理商他就可以扣除。 啊，这个寄售佣金之后呢，那么把余款呢，透过银行呢，用汇款的方式啊，用顺汇的方式呢，将它呢，呃，付给这个出口商啊。所以呢，呃，在寄售的付呃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呃，进口的这个结汇呢，指的是代理商这边结汇的手续。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种付款方式，用 O A Open Account 专户记账的这种方式呢，我们怎么来办理进口结汇呢？ 首先呢，第一个步骤是出口商跟进口商彼此签订了买卖契约，约定呢要以 O A 来付款，然后呢进口商就依照契约的约定咯，那么去交货，然后呢拿到的是海运货单啊。如果我们这边拿到的是一张海运货单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海运货单呢寄给进口商。那么海运货单因为它是一个记名式的单据，那么进口商只要呢证明啊他是这个记呃记名的收货人，那么船公司呢他就会放货，因为呢这样的记名式的这个海运货单的话呢，他在提货的时候呢是认人不认单的。 好的，那么进口商呢，他已经提领货物之后呢，他就可以呢，在契约所约定的付款时间到的时候呢，再去向银行呢来办理汇款的手续。那这个时候呢，出口商呢，他才收到呢这个呃，呃款的这个金额。好。 那么呢，呃，这个是啊，以这个 O A 的方式哈、啊，那么现在呢非常普遍采用的啊。那么当然呢，你也可以用这个呃 C V b i l 就是所谓的海运货单。那当然呢，也可以呢采用现在市、呃、市场上呢也非常普遍使用的电放的方式。那如果是电放的话呢，那当然呢就不会有提单了，就直接呢用电报呢，那么呃指示啊这个呃进口地的这个呃运送人呢把货呢呃交给呢这个进口商这样子。 好，那么呢，在各种不同的付款方式之下的进口结汇手续呢，说明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会回来呢，我们有其他的课程呢，跟同学一起来做讨论。我们等会见。 好，同学，欢迎你回到第三段的课程。在这段课程的开始呢，我们要跟同学呢用 Q&A 呢来做呢我们刚刚在课程当中呢所说明的一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进口商应如何掌握外汇成本，并避免汇率变动风险？ 呃，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如果同时经营出口跟进口的业务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呢，要保留出口所得的外汇来作为呢，支应进口所需。那这个的话呢，当然呢是呃，避免汇率变动风险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办理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呢，要采用以下的方法。第一个。 向银行呢，来预借本国币，然后呢买集期的外汇，然后呢预付给国外的这个呃厂商啊。好，那么或者是呢，呃借了本国币呢，买集期外汇之后呢，那么我们先放着，那么等到呢要付款的时候到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呃外汇呢付给国外。好，或者是呢，就直接向银行呢用远期外汇的方式呢来预购。 好，那么以上呢，我们所建议的方式呢，都是目前进口商呢，他们普遍在采用的呃规避汇率变动风险的方法。当然呢，我们在上上一个讲次呢，也跟同学介绍了很多呢汇率变动风那、这个风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的一些方式。那么呢，同学都可以呢，呃，参考这些方式呢，那么来呢，呃，单独使用或者是合并使用啊，那么、呃、可以达到呢最好的这个避险效果。好的，那么讲完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呢？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呢？对进口商而言，担保提货与电放有何相同与不同点？ 好，担保提货或电放呢？目前在市场上呢，普遍的使用哈。但是它们两个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相同是进口商不需要凭着正本提单就可以办理提货，可以在货物运抵进口地之后呢，就可以立刻提货。而不同的地方，好，我们来做比较。 就适用的付款方式来说的话，担保提货呢，通常适用在信用状或托收的这个付款方式之下；而电放呢，它通常是适用在汇款的这种付款方式之下。至于运送人是不是签发正本提单呢？担保提货之下是的，而电放之下通常运送人是不签发正本提单的。至于呢，银行有没有担保呢？担保提之下是有银行的担保的，而电放之下是没有银行担保。此外，进口商提货的时候呢？ 担保提货必须要凭着银行签具的担保书，而电放之下呢，只要凭着进口商的身份证明就可以提货了，不需要银行担保。至于出口商的风险之下呢，担保提货出口商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呢，如果说啊是以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之下呢，那么电放对出口商来讲呢，它的风险就比较高了。好。 那么，所以呢，虽然呢、哦，都是呢，可以不需要凭着正本提单就可以先行提货，然而担保提货呢，跟电放呢，他们仍然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同学呢，我们必须呢要呃加以呢明辨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错误观念导致的时间了。我们看看呢，同学，你可能会犯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错误的观念是。 D P 付款方式之下，使用的是即期汇票；D A 付款方式之下，使用的是远期汇票。好，我相信同学呢，你都知道了哈。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呢，D P 之下是付款交单，那么不管是。 即期汇票或是远期汇汇票呢，它都是要付款的。所以 DP 的话呢，它可以是即期汇票，也可以是远期汇票。至于 DA 的话呢，那它当然呢就只有远期汇票，因为只有远期汇票才需要承兑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正确的观念是，DP 付款方式之下，使用的是即期汇票或远期汇票。 D A 付款方式之下，使用的是远期汇票。好，所以 D P 可以分成即期 D P 跟远期 D P，可是 D A 呢就没有即期 D A 了啊，只有远期 D A 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你可能会犯的错误观念是什么？错误的观念是，副提单背书不是以提单的正本。 办理提货。好，我们要特别跟同学呢来说哈，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呢，常常我们会被这个“付这个字呢所误导，以为付提单呢指的就是提单的副本。 而我们所谓的副本指的是抄本，也就是非正本。然而不是的哈，所谓的附提单背书之下的这个附提单呢、啊，它其实呢是提单的正本啊，并不是呢抄本，是一张可以啊呃真正可以办理提货的正本了。也因此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银行呢就不叫它附提单背书了，直接叫它提单背书。那么这样子呢，才不至于呢会有误导客户的情况。也因此，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正确的观念应该是。 正确的观念是，duplicate 意为完全一样的、复制的。复提单 duplicate BL 也是提单的正本，并非不具效力的抄本。复提单经有权指示 order 的银行背书之后，即可凭以办理提货。好，所以呢，有关于复提单背书，同学一定要记住，它用的是正本提单呢。 好，课程进行到尾声了，我们要一起来复习今天的课程重点了。来看关键字：进口结汇、赎单、担保提货、副提单背书、托收、汇款。 来看看下一讲我们要跟同学来谈什么呢？我们要谈进口报关、检验以及提货。我们的重点有进口报关、完税价格以及进口税捐、进口检验以及呢提货。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啦，同学，我们下一讲再见了。 现在收看的是华视教育文化频道，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企业组织与管理。